哎呦我天，是。喂，啊，是你说呀？谁知道啊？这电梯一天坏800来回，那我走楼梯，我不怕呀。我跟你说，后面有个人跟着我，真的，他还拿把刀，老吓人了。你说我咋整啊？哎，你说话呀，我咋整？喂，你这关键没电，咋是？慢吧。喂啊，咋的？泰森还要跟我打一仗啊？哎呀，拉倒吧，昨晚不都让我干背夫的了吗？今天又起刺儿了。啊，那行，那你明天再穿个角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啊，要不把他打的满地找耳朵，我都不是中国辽宁女汉子。你妈！喂！哎呀妈！完了，破硫酸了！哎呦我我这脸呢？哎呀，咋整啊？妹子，你哭啥呀？你破硫酸。我这是嘴。谁家搁嘴泼硫酸呢？啊，那你跟着我干啥呀？谁跟着你了？你呀、啊。我家搁这儿。你，哎呀，你就来个痛快的得了，哥。啊，对，我家在这儿。你家搁这？对呀、啊。你不可能，我都搁这住50来年了，我怎么没看着过你呢？我是50年后来的。你进去，那你有钥匙吗？你有钥匙，别害怕。啊、那你把门开了，我看。嗯。啊。那你开门进屋。嗯。啊！哎呦我去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把我当坏人了。这家伙挺有意思。哎呀，好像。哎呀，有点饿了呢，你说呢？找点吃的吧，有点饿了。吃点啥呢？不行，方便面吧。过两天给我介绍对象，我得减肥，不能吃。哎呀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？我就少垫吧一点点。咋停电了呢？咋停电了呢？我欠费了。我刚交的呀。得了，上旁边那屋问问去。他家如果没停电的话，证明我就没欠电费。我上走廊看看有没有电。打！喂！谁呀？妹子，我刚才咱俩见过。你谁呀？旁边那屋的。啊。你是用嘴泼硫酸的人啊？对，是我。你又上我家泼啥去了？我嘴漏了，泼不了了。放心，我就问问你家有没有电，妹子。完了，使劲是，他把我家电闸拉了。这啥玩意儿？这小眼睛这也太坏了。那个啥，你回去吧，俺家有电。你家有电？俺家有电。你家怎么能有电呢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都看电视呢，咋没电呢？看电视呢。那你看啥呢？看啥呢？我看的是《法制进行时》。哦。说有一个小眼睛的小流氓，半夜把一个单身女人家的电闸给拉了，然后伪装成电工进入了这个女人的家里，图谋不轨。最后被这个女人一个大劈叉就给撂那儿了，最后使出了大飞脚、小飞脚、佛山乌蝇脚，总之赵文卓的所有飞脚都用在他身上，给他扭，然后拍倒在地，扭送到派出所，法院依法判处这小流氓死刑，立即执行，押赴刑场，枪毙1小时零25分钟，没用机关枪突突啊。
那是下期。你别骗我了，没有电你搁啥看的电视啊？谁？人点蜡看的。你还挺幽默的呢，妹子哈。谁幽默？幽啥默呀？这幽默，不是？你咋知道我家没有电呢？你家电闸就我拉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啥呀你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啥都没有，你拉我家电闸干啥呀？那么损呢你啊？你看让我炸出来了吧？证明我没欠电费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啥玩意儿？这么无聊呢？把我当坏人了，这是？那咋整？这也没准儿，这水得加强点，这也太黑了。对，记得我上个月过生日剩根蜡，这里，哎呀，哎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是豆腐啊？啊，是豆腐吗？祝我生日快乐！啥呀？啥玩意儿啊？大妹子，咋的了？啥玩意儿响啊？哎呀，没事儿啊，可能是流浪猫、流浪狗啥的把垃圾箱碰倒了。没事，大哥在这呢，别怕啊。我能不怕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脚入我就怕黑，天一黑我从来都不出门。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，就因为不敢看黑板。然后人前两天一个同事给我介绍对象，我愣没敢看。那你咋不看呢？他说他是送养法。他老黑呀。没事没事，大哥这有蜡。你这么的，你把我这蜡拿屋去，就亮堂了，你就不害怕了啊、哦？你有蜡啊？你要送给我？对呀、啊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跟你说，就你们道上这点事儿，我全明白。你这就叫天亮下黑手，你知道吗？你得相信我呀！你这么的，你搁门镜看，我把蜡放到你能看的地方，完了我回屋，行不行？啊，那行。那你等会儿啊。哎。啊，行，你放吧。这行吗？哎呀，这不行，太近了，看不着你。这呢？啊，太远了，再进来。这。啊，这边行。好。行，我走。我回去啊，没事。回去吧。进去呗。我进来了。判几年呢？好点。逗你玩呢，没事你去吧。你挺大个老爷们。摸毛吓不着。哎呀，这有亮了。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了呢？好像有点误会他了吧？小眼睛呢，人好像还挺好，是吧？那我给他送点吃的吧，也不知道吃没吃饭，给他送点吃的去。哎呀，就这一个萝卜得了。当当。谁呀？我是打泰森的人。啥事啊？你吃饭了吗？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？我吃的饺子，酸菜馅儿六个，吃六个呢。你净扯！那停电就停水的玩意儿，你搁啥煮的饺子？我搁醋煮的。你家醋能煮饺子？你跟辣能搁羊辣能看电视，我就跟那醋煮饺子吗？啥事儿？哥，你把门开开呗。太晚了，你什么事儿吧，妹子？那你就开开呗，我一个女的还能把你咋地呀？哎，进来吧，黑，有点黑。
是你呢，哥。哎，你这屋咋这么黑呢？我就喜欢黑，从小就喜欢，越黑越好。我早晚把宋小宝娶回来。啥事儿？太勇敢了。那个啊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你就一根蜡，你就给我送过去了。小事儿，咱俩是邻居，你就别说是邻居，就不是邻居我也得帮忙啊。哥，你心太好了。哎，那个什么，我也没有啥，就这一个萝卜了。那、这屋还怪黑的，让你上我家吃去。我家那屋什么都有。不好，不去。哎呀，走吧，没事。别哎呀，怕啥的？哎呀，来吧。这帮我们最老爷们儿，你别坐。坐。哥，你看，这家气氛还挺好啊。是吧？这得放中间，烛光晚餐。再配俩猪爪子，正好啊。你咋知道我爱吃猪爪？谁有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回见面就上你家来吃。哎呀，这不是挺突然，这不是停电了吗？是哈，那来电呢？来电你就回你家呗，你一个大老爷们上我家干啥？来电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停，坐。这咋？今天我还不信这顿饭我还吃不好了呢。告诉的，哥，你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还总误会你。是，其实邻里之间不就应该互相信任吗？是吧？对。哥，今天为了咱俩那么多误会，突然间的相识，咱俩干杯！干杯！干！我属鸡的，我属龙的，咱俩是绝配呀！